你要照顾好杭锦，绝对不能辜负他。是。都说大难临头，飞鸟各投林。从今日起，咱们大家都散了吧。夫人，戚夫人，贵叔，戚夫人，起来，戚夫人。 云逸，起来！夫人，起来！夫人，大家的心意，我都明白了。 老三，你现在知道你爹对你的良苦用心了吧？你作为萧家的长子，更应该像你爹那样，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。须知国将不国，何以为家？如果单为一己之私，苟活于这半边天下，与虎狼之辈，嬉笑敷衍。 只会是自寻死路。现如今，咱们萧家家破人亡，就是教训。我今天就做这个主，将萧家所有的家产变卖，充为军费。萧北辰，这个国仇家恨，必须得报。七。 你放心，这些害我家国的人不图我，我枉我爹一辈子教诲。杭锦，你跟老三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又团聚了。 两个要珍惜这个缘分，特别是老三，你要照顾好杭锦，绝对不能辜负他。是。淑仪，你收养了燕青的孩子。 现在也是做娘的人了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懂事儿了。你要好好的教养克儿，他父亲是个大英雄，好好的照顾他。我知道，您放心，克儿就是我的亲生孩子。 你们不用再想着服侍我了，过些日子我会去美国。你们趁着仗还没打起来，赶紧回老家。留在北新也是麻烦，别拖了三少爷的后腿。七爷，我们怎么能放心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呢？跟老五、老六分开这么多年，我也挺想他们的。 我想去他们学习生活的地方看一看，你就成全我吧。